前是不是在一个叫思祥店的地方上过学前班？他在那个学校有没有跟他关系不错的小朋友或者小伙伴啊？不知道，这些都是许涵子管。随便坐，别客气啊。有机生活由我定义，第十二秒由有机生活我定义喝口经典超有机的经典冠名播出。刹车，郑队，怎么了？小鱼的车被许连车给撞了，人没事吧？许连他们发现小鱼跟踪，故意撞的。人倒是没事。现在许连指名道姓要见您，说是抓到一个可疑跟踪狂过来，要你好好审审的。这个女人，真够狠的。我看她这个挑衅我们的，太嚣张了。嚣张是嚣张了点儿，但是她这次的做法，跟以往有所不同。怎么不一样了？我看就挺一致的，他不是在他那个生意场上一直都这么雷厉风行的吗？最近这些事儿啊，一桩一件的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先是许涵死，然后孩子就突然冒出来了，再然后赵一晨找到了许家，这之前纷纷扰扰搞不清楚的事情，一下子线索全出来了，就好像有人帮咱们似的。那您看，你跟他说我没在，然后跟他说他送来的人，我们会好好的问。去吧。行，我去告诉他。王少峰，你认识吗？见过几次，我还是师傅。胡佳英毕业以后就是在王少峰的京城律师事务所工作，对吧？对啊。我们现在还没有锁定犯罪嫌疑人，但是我们怀疑这个王少峰，因为他对我们有所隐瞒。他隐瞒的事情，正是他当年收留胡佳英的真实理由。我去个洗手间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您能带我女儿去趟卫生间吗？好啊。珊珊，你跟这阿姨啊去趟卫生间，爸爸在外面等你，好吗？好，珍贵。来，去吧。谢谢啊，没事。
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老家。啊，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还赶路，谢谢啊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走吧。珊珊，爸爸问你件事儿，你还记不记得你上学前班的时候，在这个纸上签名的是妈妈呀，还是小姨呀？是妈妈呀。赵队，我正要回队呢。徐震，哎，你那边案子怎么样了？处理完了，已经跟陈副队报告过了。哎，对，听说您找到孩子了是吗？是叫善善对吧？啊，对，正好跟我在一块儿呢。赵队，您别太操心了，回家多陪陪孩子，注意身体。行，我正开车呢，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宝贝儿，在这儿行不行啊？好，那我们就等一会儿啊。老爷看看有什么鸡爪。肉蟹堡，知道吗？这怎么样？哎，服务员，我们还得等多长时间啊？大概还有半个小时。老爷，老爷，我饿了。哦，饿了，饿了，饿了。好。老爷给你找一个不排队的地方去吃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那跟老爷走啊。嗯。哎呦，王律师。哎呦，赵警官，好久不见啊！您这是带着孙同志吃饭？是啊，这孩子们不都喜欢吃这个吗？哎，这小姑娘是？这是我女儿，叫善善，不过她现在啊生病了，还不能说话。哦。赵警官，你又结婚了？没有，哎，这就是我跟佳英的孩子。怎么，小胡找到了？不算是找到了，这事儿啊，说来话长。哎，您是不是要带着孩子？是，这不排队吗？他饿了，我再找个地儿，赶紧吃点。那行，这样好，咱回头找个时间再聊。好好好，啊，再见，赵警官。回见啊。哎，好好，哎哎，回见，好好好。走走走。
你把这文件看一下。最近局里面对王少峰有什么动作，会有什么消息吗？没有啊，我刚才带孩子吃饭，正好碰见他了，就留意了一下。他是犯了什么事吗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刚才看见了有人在跟他，不知道是哪儿的，不知道是我们的人还是纪委的，估计啊事不小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这边有消息，我马上去。好，行。找姥姥去。哟，乐乐，我有点急事儿，赶紧给乐乐做饭，他午饭还没吃呢。我走了啊。这，你干嘛去啊？也不吃完饭再走。王主任，今天下午有事要送去吧？我有急事要处理。那你需要喝点什么吗？小胡啊，昨天晚上你不会没回去吧？在这儿睡了一晚上，啊？哎呀，可别感冒了。我整理文件，整理资料，还想着先打个盹，没想到就睡着了。最近没什么新案子，交接工作做得差不多了，就回去休息吧。你爱人在警队又那么忙。你自己要照顾好你自己，啊！知道了，谢谢师傅。小胡，你最早在大四的时候到我们所里来实习的吧？对，大四的时候学校安排。那在那之前我们在哪儿是不是见过？师傅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呀？昨天翻我们所年前的照片，我突然觉得看你挺像我以前见过的一个小丫头。我们家是农村的，师傅又不是不知道，上大学之前我都没出来过，您上哪儿见的我呢？也是。什么时候行动？这是给他最后的一天，抓紧吧。万一他要改变了主意，告诉他老公，我们就危险了。见到赵一晨了，他带着孩子，估计不像是在跟踪我，但是我担心呢，他会开始从我下手，现在要出一点差错，麻烦就大了。难道断了中南那边的货？不能断，只是换个送货的方式。别让警察发现了，周南人住在哪儿？
让你帮我盯的人怎么样？我一直盯着呢。那个姓常的最近都没来找周娜，我上一次见到那姓常的起码也有两个月了，我都打电话给您汇报了。还有每隔一周来一次的那个男的，昨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没过来，我都记在本上了，我给您看一下。周长志那边得找一个人给他打声招呼，事关你们那边我就不用亲自办了，免得留下什么指向性的线索。我会告诉曾哥的。嗯，心里应该很明白，不会出什么差错吧？我干了这么多年了，什么时候出过差错？最近这个周南没有主动出去过，基本没有，也就是隔个一两天出去买个菜什么的。有时候晚上也去对面大学城走走，他基本上不跟小区的人打交道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另外那小本啊，我拿走了啊。哎，周南那边我想办法，到时候你通知他就行了。知道了。那我走了，你先忙着。啊。收拾好东西啊，你和乐乐出去玩几天啊。这怎么突然要走啊？这乐乐不还是要上跆拳道班吗？你哪来那么多的话，听我的，都听我的。我没工夫跟你废话。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呀别生气啊，比血压又高了。票订好了以后我会告诉你的，去路城。知道了啊。这个案子你带实习生跟进一下，委托书你现在签好给我一份。委托人是当事人的家属吗？
马富贵的事情我不知道。他很早就不管我们了。当年要不是你们把他抓住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。嗯。马富贵被批捕之后，是检察院找的你。嗯。电话打到老家那边，通知的我。那怎么没来呀？当时我在老家开店，我老婆又怀了孩子，说去号子里丢人，不让去。可上次我听你老婆说，是她本来要跟你来着，说你不让。你好，请问您是马玉川吗？是我呀。我是您父亲马富贵的辩护律师，我叫胡佳英。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别来找我。你爱信谁信谁。这事儿啊，我特别能理解你。你说他这些年对你们兄弟几个也是不闻不问的，突然间出事了找你了，你肯定心里不舒服呀。这要是搁我呀，我心里也不痛快。我干嘛还花钱给他请律师啊？谁会花钱给他请律师？要不是那个姓王的律师主动找到我，我管那个老鬼是死是活呢？哦，原来是王少峰律师主动找的你啊，我还以为是你花钱给他请的辩护律师呢。哼，那个律所，说几句话就要几千块钱，谁会花那个冤枉钱啊？哦，我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没说他们主动找到我啊。哎，你就算是警察，你也不能瞎扯吧？王玉川，你要是做伪证、撒谎，就等于把你自己往火坑里推。你自己心里头有数。你要现在跟我说实话，还来得及，我可以帮你。喂，王主任，有位姓赵的警官找您。哎呦呦，赵警官，快快来来！哎呦，啊，带着孩子来的。是是是。哎呀，小宝贝，快坐那坐那坐那。是，那你们坐这等我一会儿啊。坐坐坐坐。好嘞。那你们二位需要喝点什么吗？赵警官，想喝点什么吗？啊，不麻烦了吧？待不了多一会儿就得走。啊，那行，那就不用了，把门关上，啊。嗯，您看，这是昨天啊，见了您一面，好多话呢，还没来及跟您说呢，这就散了。是，今天啊，特地过来拜会您一下，也没有提前预约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哎呀，昨天你告诉我小胡找到了，孩子找到了，哎呀，把我给高兴的呀。怎么样，小胡还好吧？你知道，小胡是我的徒弟。他还喊我一声师傅，所以你们两口子的事儿，我会尽心尽力的。你找我肯定有事说吧。还真是有些关于佳英的事儿啊，想再跟这儿了解了解。佳英在失踪之前，应该是接过一个贩卖毒品的案子。贩卖毒品的案子？对，他的当事人啊，叫马富贵，罪名就是涉嫌贩卖毒品。那个案子，记得。当时还不到审查起诉的阶段，就病逝了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我还记得佳英当时应该还去找过她的家里人，这事儿你还有印象吗？是当事人的儿子。没错。马玉川，我的同事当时还来咨询过您，说他想给他的父亲做辩护的事儿。想起来了，有这么回事儿，有，想起来，说吧，啊，怎么的？可是根据当时的笔录呢，双方都是承认是马玉川主动来找的您。当时我们也对这个事实进行了确认，的确没什么出入。
但是最近啊，马玉川却说，当初啊，并不是他主动来律所给他的父亲请辩护律师的，而是您拿着委托书去找他，说是可以给他做免费的辩护，并且您要求他在委托书上签字，和并且保密。您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听一听。好啊，我一定听一听。啊，王律师，嗯，马玉川不懂法。当然了，他为了一点点的辩护费撒这个谎，我也可以理解。但是您是老牌的刑辩律师，在配合调查的过程当中，撒这样的谎是个什么样的后果，你应该比我清楚啊。哎呦，这件事情啊，真是很抱歉，赵警官，怕惹麻烦。当时我去找马富贵亲属的那个人，后来一起抓起来，我才知道是个毒贩。你说当时我哪知道啊？他来跟我说，说是马富贵的朋友，愿意出钱替马富贵请律师，而且还让我装成马富贵家属委托的样子，这么来的，知道吧？你说我能不懂这事儿吗？嗯，哦，对了，当时办这案子所有的那个案卷呢，我还留着呢，我给你找，我看看啊。在这儿呢，这是所有的资料，你看一看。王律师，您说佳英失踪的事儿跟这案子有关系吗？赵警官啊，当年呢，我就和你同事说过，和这个无关。当初马富贵的这个案子，是因为我当时太忙了，临时让小胡处理的。你想，时间那么短，怎么可能找到小胡的头上？你想一想，可能吗？嗯，明白了。我今天来呢，也就是想做个调查，感谢你的配合。另外。这个东西我能带回去看吗？赵警官，我刚才都说了，你需要什么资料，你就到我这儿了。特别感谢您。这样，我呢带孩子先走，有问题啊，我再跟您请教。哎呀，赵警官啊，你看小胡也找到了，孩子也找到了，你现在放心了吧？是是是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感谢感谢啊。好好好。珊珊，哎呦，我们走了好吗？哎，好棒！真乖，真好看啊！真乖！哎呀，赵警官，没事常来啊！行行，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有什么事就跟我说。好嘞，好。
哪儿呢？谁呀？珊珊，醒醒！哎呦，小心头啊！来，哎呦，真棒！好嘞，嗯。好了，咱们马上到了。姐。姐，姐，珊珊，你站这儿等我，不能动啊！姐，姐。爱你给我勇气追